真的就来瓦德莱文啊。让我们看看本场比赛的强力选手名单：德莱文、德莱文、德莱文、德莱文，还有德莱文。德莱文无处不在。德莱文。全是德莱文。让我们看看本日精彩对阵，德莱文对失败者们，耶！德莱文的出场是这场对局的亮点，也是所有对局的亮点。我是德莱文，你会接飞刀吗？那家伙，那就接呗，那就。让我们来看看德莱文要做什么。哈！德莱文，哎！课题是如何使用德莱文。施加无形的压力，不就是接个斧子吗？随随便便，敢敢担担吗？英雄姐最好在赛后采访一下我。再来一道，撕个小饼干走，哈，哈，哎呀哈，来个战锤的，关于德莱文，哈，哈。德莱文，换人了是吗？哈哈哈哈！吃饼干，牺牲为其余队友们争取时间。挺难玩儿，我操！挺难玩儿啊！我被斧子控制了。减速！哈！哈！哈！耶！漂亮！这得有气势，你这得喊出来。他怂了，那他肯定是怂了。是这场对局的亮点，也是所有金牌主播。德莱文获得了更多视野。德莱文在寻找秀技术的机会。不行，三个斧子实在是接的有点费劲呢。走回家吸蓝刀的，这样我们技能就可以随便放了。在休息之后，德莱文会变得更加德莱文。他正在给对面施加无形的压力。我先 A 他一下。哎呀，我还敢出来？哈耶！哈哈！英雄姐最好在赛后采访一下我。
咋的呀？我有小饼干。哈哈哈哈！德莱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地图而已。哈！我有盾，我就给你站撸了，我都不动了。我省着我不站撸，我还得继续扶着。扶着有一个扶着往我屁股后边飞，你说你让我咋接？让我们来看看德莱文要做什么。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哈哈耶耶哈一刀德莱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地图而已。哎呀来一刀哈哈哈哈回血！哎呀，得了！别！来个收集得了先。女警 unstoppable 了，没事，这都没用，我上去就一刀。德莱文系紧了鞋带，开始行动了。他有的时候吧，你走位，他就一直按你，他就一直往你那走位那边飞。你不能走位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得原地，他只能，你就得原地。完事呢，他就能在原地给你放斧子，要不然嘛，他就一直往前面放。耶！咋叫哈？哈！耶！我他妈给你！可以为这个德莱文找到答案，正在进行出色的地图跑位。耶！快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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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差一刀没有做到位。没有斧子，德莱文无处不在。哎呀，我打了他一刀，但是没咋掉血。大把无尽。所谓的战争，你住！让我们来看看德莱文要做什么。怎么不打人的？哎呀，没人一招人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手！搁这转圈儿，刚才摁半天，摁开也没打着，右键没挨到他，没摁着他。德莱文系紧了鞋带，开始行动了。哎，我筷子要掉了！啊！哎呦我操！德莱文正在展示出色的战斗。哎，这推架子，跟他妈打啥？推架子？这不赛人的吗？
范高地。光杀人不推塔是没有前途的。再来一刀，咋样？嘿！小小女警，可笑。小小凯隐想玩刺客，永不动摇。回家了，四千来块钱。专注。回家了，哎，不回家，先把他杀了。永不动摇。专注，回家吧。再休息，先回家吧。德莱文会变得更加德莱文。德莱文发起了全面进攻。德莱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地图而已。看我一刀斩！暴击了，伤害有点高啊。你别我碰着你啊！我告诉你。专注。当心脚下。我的斧子咋没给我显示呢？是令人激动的走位，永不动摇。吃我一刀！耶！专注。有没有什么？切切切！有没有什么这水银之类的？给我来一个！哎呀！睡吧，睡吧，漂亮。把这鞋换了，给他换个叉子。饮血剑一口回半管，饮血剑伤害就不够了，而且跑得太慢了。有跳弹，哈、啊！一刀，两刀。哎呀，按爪没用。哎呀，